这场是我们浊水溪公社这个出道以来的第一场 个人演唱会，这是我们会将我们的毕生绝学，这个一次的呈现给我们亲爱的农友们。反正就是你想得到的，我们都有，而且做的一定更大，一定更多，然后一定更激烈。如果你已经错过太多场，那你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一场，一定要来看。顺便可以解压了，因为你发现你的心动不满，便当啊，啤酒啊，穿穿好，我们等你。不来看的话，你只能这个跟你的同学、跟你的朋友在聊的时候，你只能在旁边傻笑而已。